我叫李巧巧，是马来西亚永平来的。我从小就很喜欢看你们新加坡的制作，我的偶像是曾慧怡和范文芳，还有雷伟刚。我在老家是卖电视机，这个是46寸的，4899人民币。我在新加坡是做漂流的。I'm actually looking for whitening products. Why? Indian cannabis whitening product is it? You are my favorite actress, Kumar. I love you more than even Leticia Bonino. 欢迎来到台湾明星秀这里，你敢给？不可以参加。为什么不可以参加？电视台的明星全部都是中国人，马来西亚人，观众很生气了。电视台啊，多几个泰国艺人跟我对戏的话，我演戏会更自然的吗？对不对？你的外表非常的一般。起来，阿姐在等。你的马来西亚腔又那么重，我建议你还是回去马来西亚去卖你的电视机好了。想回来卖电视机。请问这边是不是那个面试的地方？请问，两位刚在吗？请问你们有没有找我了？有没有拿照片来？有。我跟你讲一个秘密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交过男朋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Christopher。 给你，Frida。 跟你一样，都是漂洋过海到新加坡。哦，是坐巴士，不过也算过海啦，因为有过那个 cosway。不放弃，我永远不放弃。像你们的电视广告又没有讲清楚。我们的广告这么大个，才华横溢，星星秀，不是新马秀，只有新加坡人才可以参加。